他就时间一二三四呢，对，好，再回去吧。哎呦，好。没有请人帮忙就是这样。就这样子。嗯。那片场录音还是找朋友帮忙？我平常都是自己做，不麻烦人家。哎，我都是自己做。我是只有这种时候才要请人帮忙。嗯。这个就是静态。静态是为了那个长跑耐力的部分。不是，就是慢肌。慢就牵引它，牵引让它产生肌肉的耐力。哦，所以这是两分钟的。一分钟，一分都是一分钟。也是一分钟。但是左边一分钟，右边一分钟，要四次。四个来回。四个来回。平常你自己可以这样做，那做完了，你腰会觉得很舒轻松舒服。做完了才先绑好腿。做完才睡觉。就是我也不是在家里功课吗？功课表，那就是指都不要做。像你坐久了，你的脚两边都可以很顺利的。想劈腿，做这个有帮助吗？劈腿，全劈嘛，就那个经过特别训练，你的最难的哈就是内侧的肌肉劈不开，就是尤其一个叫尺骨联合，那个韧带一定要松一点，嗯、劈腿都要经过长时间的慢慢的做。我们那瑜伽班有一位男士，他一年就劈完腿。他怎么样弄呢？对，就是他去那个去游泳，也是我们游泳的朋友了。他就是每次去游泳的时候都去蒸汽室，然后做拉筋的动作，一年以后他就劈下去。但是他在游泳池就是待的时间很久，不像我都是来去匆匆的。问姐导游有好的，差不多我就走。像你那个游池子人很多的走。你说什么？游泳池啦、啊，人不是很多吗？哦，我都是人少的时候去。就是游蝶式啊，那个。我去的时间都是，早上，他们那个晨泳班的结束我去，或者是说中午的时候，我去游完了才吃午饭。那中午大家都要吃饭，所以游泳池没有，常常我一个人，一两个人这样。那代价就是比较晚吃饭。吃饭嘛是，我常常讲啊，那个我看了一本书叫《罗源》。啊，叫什么？罗源，裸体的罗。哦，罗源。我们人呢、啊，身上不长毛嘛，所以就要称之罗源。我们跟猿猴是近亲嘛。我手要分开。对，分开。所以罗源呢，他身上有毛，人类，我们人类就是。多一点会不会好一点？90度。不要超过120度，太高不好，太高反而造成老鼠。这手超过120度就不好。啊，他讲的猴子啊，也是在野生那个野生的猴子里面胖的，没有，瘦瘦的。只有动物园里面的那个猴子，或者人类豢养，人豢养的为什么会胖？病死。我说那本书就写，要不胖的话，吃饭吃东西呢，就是饿了再吃，
而不是说哎我时间到了再吃，就要吃饭，说定时啊不是很好，不是这样子。尤其猴类啊，它也有塞囊子，塞帮子，没有塞囊子，东西给它，它不马上吃掉，它咬着放在这里面，饿了呢再推一个出来再吃。不会坏吗？嗯，这么热的天，他们这边也是热。对，他们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温度，只有一个皮囊层，一个皮质。这胃呢，这当然是一定温度高了，放在腮帮子里面就没有。给地瓜啦，给包子，他们赶快，因为他们的生存的条件下，就是很多的外敌。所以有动吃就赶快吃这个泡子，那咀嚼的慢慢的找时间。那就像牛一样，牛有四个胃，它就环住，先放下去，放下去，有空再慢慢反刍。没吃啊。这手打开了，是把你煎起来的时候。对，所以我刚刚想，是不是要把它放？不高的就是。可是那个在道教里面，道家有一个方法，叫双手托天。托天。它要这么高。但是呢，睡觉是这样睡的话就不好。睡觉不能这样。心机会肥大。哦。你这样子哈，你血液会不足。不足的话，心脏做一件工作，就加压的工作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心脏嘛，它是右心房跟左心房、左心室这样子。右心房、右心室呢，一般都比较多。为什么？那个就是左心房、左右心房、右心室呢，是把我们全身收回来的血液呢，收到左心房，它送到左心室。挤压的时候就到肺脏，一做一件气体状，全身收回来的二氧化碳呢，在那个气泡里面丢出去，红血球啊，把氧气带回到我们左心房，再到左心室，那在液压的时候到经过我们主动脉呢，就到全身去，那这个叫一个大循环，还有肺脏的叫小循环。所以说你要把那个血液呢送到全身去，跟你手举起来的时候呢，血液送上，那就会加压，加压就是心脏啊后部要整合，所以心肌肥大，就是很多人就这样子睡着。那有些睡觉把手放在这，这样也不好。所以睡觉的时候，整个高度怎么样才是最适合？看到日本人的一个影音，那个厚度一点点。手收回来。手是先要回来。收回来，把整个拉开。所以我们侧睡的时候。侧睡的时候，你的颈部的颈椎啦、胸椎啦，还有你腰椎，在一个水平上面的时候，那个整个就是最适合。太高啊，太高就是什么高枕无忧。那我们为什么古话高枕无忧呢？你高枕的话，就跟你低头族是一样的。对啊，我是说，为什么老祖宗说高枕无忧？就表示享受一种那个放松的状态。但是想现在人的话就不好。你看以前我们的枕头高度啊，是有考究。没有，我去那个故宫古博物院，它有那个陶枕，很高的，那个硬硬的陶枕，很高。那个一个小朋友趴着这样子啊，所以我就不懂为什么老祖宗的枕头他做这么高。因为老祖先的枕头他不是放在枕头上面，他是放在脖
吃什么？啊？放在这里啊、哦？为什么？因为以前我们都炖滑鸡嘛。啊。不像我们现在那个牛肉，像以前都有滑鸡嘛、啊，所以我放在这上面，不要把滑鸡压坏。哦。所以它不是放在头上，是放在这里。对，那这里也太高了吧？它那个，太高了吧？应该不舒服的，那么高，13岁的并不舒服。你现在脸怎么样？脊椎啊，现在脊椎很正。哦。就现在侧弯的问题可能已经 OK 了，是吧？ OK 是吧？但是对，我现在目前是 OK 的，但肌肉比较惯性，那一站起来一阵子以后，它就不行。现在是正，应该都是正常。所以我们脊椎呢，要左右正，还要什么前后的正，前后正呢就要靠头枕。哎，把你头全都抬起来，又抬起来。要放在骨头上，把这个洞洞，然后放放到你的肚子的正上方。前面就是神诀，后面就是命。那个骨科正中间就放在命。会不会呢？还好。如果有一个东西盖着更好。然后呢，肚子也可以盖。我妈妈的那个身体也是有旋的，所以我在想说，是不是她也需要？是啊。这样子啊。对，我说每一次我都帮她调整，她的压息。压息就可以调整他身体旋的问题。对对对，当然是比，当然屈伸运动是更理想，但是屈伸运动他没办法做，等他没办法做屈伸的时候，我就压息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调整。调整，他调整要做他有困难。
我们在调整的时候要注意两件事情。第一件，有电话，有门铃，有人叫你都不可以起来。为什么？你光顶上去，要就是打开。啊，打开了之后呢，当然很多内压在系统中，你坐站一整天，坐一整天，里面承受很多地气，里面跟你的话内压很大，一点出来就内压释放出来。但是呢，它也是处在固定状态，所以你猛然站起来，啊，起床会闪。第二点呢，腰枕拿出来之后呢，你需要健躺三分钟。当然健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做别的，叫做讲枕。当年那个我们祖师爷一个光良先生啊，发明这个头枕啊，他开了八次门。开了什么？八次。八次门。那几个？那第一次、第一代的、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到第八次才定型。他考虑了很多问题。外面有一些呢，就是那个腰椎调整。用三角锥啦，或者不平的东西嘛。但是我都试过很多哈，都没有我们调整理想。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杨奇峰医师？好像有印象。哎，中华民国农业医学学会的那个钟杰钟教授创立会长，后来交给他，曾经他也接了，那黄。他是台北医学院的黄长辉院长来接，最后杨奇峰医师接过，啊，刚刚接过呢，有一次我去他那里，他跟我讲，哎，杨长辉讲，我现在发明了一个啊，那个头枕，我拿了专利，我准备要大量生产。他告诉我，我说做什么呀？他说呢，可以把颈椎拉伸的方法。我说我们硬超早就在用了。啊，他就是说，啊，这前后这样滚一滚，哎，这个挤压的不松掉。我说一样啊，我们掏准呢，他呢，我刚好带掏准过来，他们是很像，我让你体验一下。结果他呢，他做的都一样了。我说他呢，不怎么生产，不用。那虽然花你的专利，目的是一样，想不到一股药早就可以这样用。因为这个陶枕，这个一股老的陶枕已经拿到专利了。有，曾经拿过世界的，但是那个院长没有继续。现在录影吗？现在音频可以吗？照开了它。